终于，那不是终于了，就是我终于洗头了。我已经有4天没有洗头了。对，因为这几天就是因为一直没有出门，所以就觉得啊，也不用洗头。待了一个星期，然后终于今天决定要出门看个电影，然后就把头发洗了。而且今天北京下大雪了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更迫不及待要出门了。所以把头发洗好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准备要化妆。那你在看美食？对，然后我现在你看我在看什么啊？我在看这个，对，这个电视剧，怒晴湘西，对，一个非常好看的电视剧，所以我一边化妆的时候会边看，然后边化妆的，也不错。然后现在打底啊，因为我的粉底用的是RNK 的这个几个字号，我也不记得了，你好像是。然后我现在要修一下我的眉毛，因为我刚才突然发现我眉毛好几天没修了。哼，我眉毛修比较轻，因为我眉毛多，修起来就比较认真。然后我现在就快速把这边修完了，就耽误太多的时间了。可能一会儿出门的时候天都黑了，那现在已经2点多，2点几是多少我也不记得，反正2点多钟了吧，2点28。Oh my god， 2点半了都。他出门可能吃晚饭了，今天第一顿饭就是晚饭。对，放假人就是这么任性，就是这么肆意妄为，肆无忌惮。你看，我两边眉毛绝对不会修的一样的。然后再用漆面，因为我会觉得这样会显得色彩，其实就是底色会更好一点。对，然后是Pony的这个，你们看我用的手也都快了。这眉笔是这个橘黑色的卡刀眉笔啊，但是我后来都是在自己削，然后削的就像口渴的一样啊。对，然后就会暴露，现在就会暴露我画眉毛也画的非常的碎。我现在画鼻影啊，鼻影我用的就是这个 Kit 的这个充当鼻影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用。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没有鼻梁子，山根不够，那鼻子还小，这么大脸上放这么小的鼻子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自己都觉得不合适，但是就长在了我的鼻子上。好，我现在呢要画眼影，哎呦我那个去，什么鬼，要开始画眼影了啊。然后当然这边，其实讲真的，说实话，我还是习惯性用手。但是就在看那些美妆博主他们发的啊，怎么用刷子画的特别的好啊，什么晕染的好啊，然后我就想我也要试试，然后我今天就要试一试。我今天的愿望就是在这个视频，在这个更新的结束之前，我能画完这个妆。然后下一个颜色用这个棕色，这个颜色。然后之前有人给我建议说，哎，你平时画的这个太棕了，你不要画这么暗的，棕色的太暗了。然后我又不敢轻易尝试其他的，所以就只能是棕红，就比较靠谱一点。就这样，哎，就是差不多就这样。然后。我要再占用换一个，就稍微细一点的头，然后扫一下下下眼线。用手蘸一点，就是蘸一点，这个颜色，然后今天就是。
怪了，其实也可以就是完全凭自己的想象发挥，然后研究。没有什么区别，对，哈哈哈。嗯，这边也是，那边，这边也是，我一般都是化完妆以后才看，哇，今天化的这个妆是偏这个色系，然后我也找这个色系的衣服，但是大多数的时候都不是成功的。让我加一下我的睫毛，然后一会儿还是得用到高光。有时候我会给它涂出去，我先把睫毛加了，然后开始画内眼线。为什么不先画内眼线？因为我怕，就像我这种睫毛很短的啊，然后就我就不建议加三下，就你只需要在睫毛根加一下就行，因为我的睫毛很短，特别短，那个包很疼，就是啊，不，对，加了眼皮了，睫毛太短，然后以至于加到眼皮，哈哈哈。然后我一会儿跟你们讲为什么我睫毛会短，就拜我妈所说，这个拜我妈所赐的，就是我妈小时候听信传言，说这小孩你把他的睫毛剪了以后呢，他就能长得又长又翘，我妈就一声是吧，然后就给我剪了。但是人家说的剪是剪一个睫毛的尖，我妈呢那感情可好了啊，这连着根给我全剪了，就秃了，然后呢就再也没怎么长出来过，好，感谢我妈对于我的栽培，谢谢她。然后呢，以至于就是我现在的睫毛都是成为我朋友们的笑料，就说，哎呀，你一个女孩的睫毛怎么能这么短呢？人家不刷都比我刷子的长，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能怎么办 ？I don't wanna see you anymore。我现在要画内眼线，然后我的眼线笔就是这个，这是什么叫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，反正是我朋友帮我带回来的，在日本，就是真的很好用，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一个牌子，叫什么？吻我 ，kiss me 的，好像是吧。顺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人家就不要这样画，要贴着画，但是 我好像不太贴。也是从美妆博主那里学的。眼屎出来了，哈哈哈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现在就是眼线基本上已经画完了。眼屎清洗。然后，对，基本上其实我的妆已经差不多了。然后这边眼尾画出来。然后我的小羊人，老羊人下线了以后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追，但是这部剧其实剧情还是蛮好看的。对，画着画着就越画越浓，对，这就是我一贯化妆的那个什么，这样眼线部分就完成了，对，很糙，特别糙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开始画这个眼部的高光，对，我高光只会画在眼睛周围，就是别的地方是不会画的，因为就是会显得皮肤不好，本来皮肤就不好，就不要那么多的操作，就只是把眼部画一画，我不知道画对不对，其实都是瞎画，哈哈。其实都是瞎画，其实痘痘肌就是不要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也尽量不要去画那种 bling bling 的，因为它皮肤好的人是会看得很好看，但皮肤不好的人会把你的那个痘痘什么的会显得更明显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就简单干净就好。因为本身皮肤不好，画出来的妆就很容易显得很脏。感觉这里缺一点。你们发现了我两边画的根本就不一样，哈哈哈。然后现在是腮红部分啊，腮红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我也没记住，Camake的腮红，对，就是橘黄色暖橙色，最近还真的还蛮喜欢涂腮红的，我就是看到有人教说，如果你的眉你的脸型是圆脸的话，你就画在这样上就会显得你的脸会小，大圆脸，就往上画，看来也只是一个现在修行的问题而已。然后我喜欢画腮红，就是就整个一圈都画上。然后这样戴一下。嘿，
半张脸都没腮红那种感觉。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刷了的跟没刷似的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脸上那个妆就画完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嘴巴最后再涂吧，因为还没有换衣服。所以今天穿什么嘞？衣服不穿，哼，很暖和，很暖和。为什么穿这么多？因为今天下雪，好冷啊，真的快被冻死了。I don't wanna see you anymore. I don't wanna see you anymore. OK， 宝贝，好，我现在准备出门了。没有那种炫酷的科技，放心，我还没有到这么高超的技术的时候，我的味道里不会有这些。然后今天的主题看雪失败，拜拜，看雪失败了，下次吧。看着所剩不多的雪了吗？是因为我出门晚了，雪基本上已经被人打扫的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是很开心，看见了这么多的雪。就是这个。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，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，我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，喘不上气了。能忍受雨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？谁忘了？给我再去寻你的勇气，你怎么这么大妞？去拥抱你，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好，哎，怎么好像还是我的？